你们来摸了，摸那个，知道吧？嗯，知道吧？不在这头抬举了，天天喂鳄鱼，天天喂鳄鱼，天天拍喂鳄鱼，观众看着也没意思啊，是吧？要不要跳一下舞？可以啊。 闭了嘛，是不是？这样是吧？嗯，在这里跳舞有点危险的，大哥。来，先喂鳄鱼了，不跳了。好了，观众们想看的话点点赞，下次我再跳，行不行？嗯，下次就跳到水里面了。<笑>也行，只要大力点赞就行了，没事的。 作为一个鳄鱼佬，我前面教练起过我，给我顶好了。作为一个鳄鱼佬，谁不是这样？那什么也做过菜色个舞蹈家。作为一个鳄鱼佬，我想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蹈家。这一条是褪了色的鳄鱼啊，颜色都不对劲了。兄弟，你对着这个鸡头发呆是怎么回事啊？ 是不好吃啊，还是味道不对啊？啊啊！What？你这个眼神盯着我干嘛？啊，王华，喂，我的小黄，小黄上来，来，小黄，过来，来。 小王来，小王又害羞了，小王，还记不记得上次我拍那个摘那莲雾的？我们都是种水果啊，种这些瓜、蔬菜，都是种在鳄鱼池里面的，然后。 这个种在里面的话，我们都是纯天然的，没有说打农药啊那些，就是不管它的，就直接撒几个种子在那里，它就长成这样子了，就到时候就可以摘瓜吃了。
这个鳄鱼的胃口还是蛮好的，刚喂了一圈出来，这里的基本上都吃完了，你看就剩这些渣了。好了，本次视频就先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视频再见。